小弟，就你这点运动细胞，还想抢我的球？看看我的灵活走位，小弟你又输了，就问你服不服？不服不服，肯定是这球场影响我正常发挥了，敢不敢到我的主场来踢？到时就让你见识下什么叫做黄金右脚。来就来，到时输了可别哭鼻子。哟，小弟你这场地不错呀，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下什么叫火力全开。小弟已经被我的气势压倒，现在连拦截都不敢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先减一分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足球还会自己逃跑的？有灵魂的足球才好玩啊，姐姐你不会是怕了吧？谁怕谁，就算会逃跑我也一样能把他踢进球门。快进去了，可恶，又差那么一点点，又差一点，又这还怎么踢啊？才摸到球就跑了。姐姐你只要承认自己技术有缺陷，我就让球别发脾气了。想让我认输，吃我一拳。怎么听到头顶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来？妈呀，我不就敲下足球吗？怎么就满天下陨石？臭小弟，你是不是故意看我笑话的？哼，姐姐我都跟你说了，这是个有灵魂的足球了，只能用脚踢，打骂不得啊。我可不能让小弟一直看我笑话，假是厄运足球，那小弟你敢不敢一人点一下看谁先狗带啊？我先点，你随意，天降狗头，只要不是陨石问题不大，灵活走位就不怕被砸到了。这次轮到我了。小弟你运气不行呀，直接来一波导弹啊！怎么连旁观者都炸，还被小弟抢赢了？小弟这是怎么回事？明明是你被炸飞的，怎么是你赢了？没办法，虽然我先被炸飞，可先狗带的是姐姐你呀。再来再来，刚刚只是大意，这满脸的不爽，还手拿炸弹，确认过眼神是来揍我的。被那么多炸弹火柴弹轰炸整场了，我就不信一直是我倒霉。再来点一次，地上冒出火焰，小弟一不小心就火烧屁股了。哎呦，我的背后怎么也有？打姐姐得打铁趁热，我再来加一把火。用大火烧绿宝石得多浪费呀，都到我碗里来。姐姐我可是捡了八颗，比你多。刚接到神的通知，你的运气已经用光了。哎，怎么把我变小了？姐姐你变得那么小，我的脚控制不住自己怎么办？臭小弟你快走开。好险好险，姐姐算你走运，看我的，哈哈，姐姐这是不是叫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快让我踩踩。让你踩到准成肉饼，时间到了，看我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到处都是乌漆麻黑的。这芝麻来的真及时，把你变成瞎子，看你怎么追我。不追了，还是交给灾难足球吧。哼，好运将至的明明是小弟，怎么倒霉的一直是我呀？还来演讲？姐姐还来不来？据说还有更多更好玩的灾难还没出发呢。还有更多更好玩的？打扰了，打扰了。